大家好，我是阿豪，现在我们准备取碗了。这一碗呢是黄伟哥啊，花580块钱包的。大家如果想了解这一碗包的划算或者不划算的话啊，就往下看。我们现在开始。来啦来啦，重要时刻来临了啊！这一碗呢是黄伟大哥花580块钱包的啊。大家猜一下。这一碗爆不爆？爆爆！再看看这边碗怎么样？来了来了。走了很多啊，昨晚螃蟹难道回家了吗？回家睡觉了吗？现在我们准备挑拣啊，看一下里面究竟藏着多少货。对，这碗螃蟹很少。现在我们把那个托板要放下去了，下一碗的话是45分啊。
就是伟哥花580块钱包最晚的全部收获了啊。最晚呢有这个螃蟹哦，有包子蟹，有兰花蟹，有三井蟹啊，这里面应该有个3斤左右啊。还有这个杂鱼，哇，这个有耗鱼，有石槽鱼，有蛇鱼啊，这里面应该有个也是3斤左右吧，啊，啊，还有这个虾，啊，这里面的虾呢有花虾，啊，有白虾，啊，这里面估计有4斤左右，啊，这些就是包这一晚的全部收获了啊。